持一同的三度公蛋，本着人山人海热情如火，海角冰柜，台湾客家杨秀的今年就是暑假服装来做礼物。这个暑假啊，你是小甜甜呀？你给我管，头一位呢，我们来介绍这位，那么这位林美强，伊唱的歌伊即帮学伊死呢。刚好进口，这歌会吃你。日本心灵歌姬下川里美甲大一同龙菜小虎精彩日本歌对唱。大囡啊，你会使唱一条大衣歌来听看卖无啊？好。好，这个听看哪卖哇？乌鸦灰。乌鸦灰。乌鸦灰啊！哎呦，好多卖的是呢。日本歌星用乌鸦灰唱大衣。来，咱台湾台语的天龙用日语唱乌鸦会。红多呢？那没听过张秀清那个干歌手陈水扁专心的作，专心的唱歌。这条这个水鱼啊，伊在跳舞，我那好惨，你看到北港电动花灯。我做认真的呢，这条歌迄个精华，就是迄个林志玲哦，不，林志颖呐。林志颖，还是林志玲？不是每个回忆啊，不是每个恋曲，不是回忆。好劲呐！听不懂，你太会搞。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哎呀喂！一下做成电动花车。一切好，一切好，是人拢个超级夜总会，真蛮唔通错过的。亚文老师，伊咧平常时做善事以外，嘛发觉真济需要帮助的人。今日有啥物故事要甲阮分享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爱，大家都知影母亲节了到，足侪足侪妈妈，咱拢心内有无限无限的感恩甲温暖。见到了妈妈，我们就会觉得无限的温馨。但是有一位爸爸，他身兼了母职，而且照顾的不是家己的囝，伊有法度请养这个囡仔大，而且过程的辛苦是别人所想袂到的。这位呢，我称他高大哥。高大哥呢，事业失败，啊，家己呢手也受伤，经过了四五年拢无法度趁食，厝内底有五个囡仔家己爱饲，伊心内就想，安尼日子嘛是爱过，所以伊就做着资源回收。后来呢，伊的小弟翁先去，这个小弟呢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甲厝里偷钱偷无，就拍家己的囝来堵笑，家己囝迄阵还细汉。啊！伊往生了后，这个囡仔要安怎？当然是妈妈带去。但是妈妈带走第五天，带倒回来。啊！带倒回来，这个姑家呢就讲啊，讲因外婆就讲啊，这是恁姑家的囡仔，恁家己爱去请养，我们无法度。后来这个高大哥看了就唔甘，讲这个囡仔自细汉就互阮小弟啊安尼拍虐待吼，啊，起码呢佫无爸无母啊，安尼是要安怎？想想呢，这个阿妈家己嘛咧哭，哭讲。我的囝都亡身啊！啊，若这个孙仔搁送孤儿院，我唔甘。拜托嘞，恁做兄弟的，是不是会当站出来担这个担当？高大哥，家己生活都已经讲起来，唔敢讲真艰难，但上起码咱知影做资源回收非常辛苦，家己搁请五个囝嘞。哇！伊就甲伊妈妈讲，无要紧，这个囡仔我来饲。饲了了后，才知影讲，原来这个囡仔是多重自闭儿。所以呢，是非常在沟通方面呢非常有困难。一开始的囡仔都一直无法度有默契的生活。后来呢，真侪家庭的问题，第四就伊的某囝无法度体谅。伊讲咱家家己都五个囡仔，啊你都搁硬请一个。但是高大哥讲的，我五个都请起来，谁那加一个请袂起来？哇！那种的爱，那种的大爱，但是家人真的不谅解，所以。高大哥呢，唔愿放弃这个囡仔，伊家己甲这个囡仔呢，伫外面租厝，一个月8000块，将这个囡仔请大汉，啊，家己一边咧做资源回收。伊的某囝真袂当谅解，讲你家己的囝唔请，你来请别人的，我是安尼多重的自闭儿，你得到什么？伊讲我唔甘，这是一份爱，这是阮高家的子孙。国卡安那讲，唔是家己的囝，迄嘛是囡仔，囡仔无辜。但咱家想看卖咧，生温情，咱来家请一边，用的功劳较大天。高大哥家己都生活有困难啊，伊确实饲着别人的囝，自国小快要三年级的时候养到现在，已经国中三年级了。哇！已经国中三年啊，这个囡仔拄只嘛有甲大家面对面的一个缘分啊。有吗？
这个孩子长得帅帅的，你拢感觉已经高义，他就是多重自闭儿。这个孩子就是由高大哥养大的孩子。在哪里？就刚刚哦，是你，你好棒，你好棒，对，你要对你对那个高爸爸要很好，好不好？高大哥很伟大，我们给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哇，好感动哦。这个叔这样，你是小甜甜呀？你搞我逛，头一位呢？我们来看小这位，这位李米强，伊唱的歌伊即帮学伊死呢。搞这个，这歌会吃你？不是，伊唱的歌不但会当，予咱感觉真好听，伊自我，伊阁会当替人治疗病症。算了，要来安排这两位啊，因讲是啊，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哇，这个国际，这个歌手市场哦，是海内外，大家对因拢相当的熟悉。是是是。马牛出兵，各位善男信女，各位楼顶楼卡阿娘阿爸厝边隔壁，大家安安。这个苏姐啊，你是小甜甜呀。英雄，这个节目。我爱用到个人抱着一粒非常庄严的心肝，来为各位善男信女介绍到以下这个非常非常好看、好听的这个节目。头一位呢，我们来介绍这位，是伫咱中华民国非常有地位的一位歌王。那么呢，伊唱的歌不但会当予咱感觉真好听，伊自我，伊阁会当替人治疗病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拜大兄，因为伊的身躯顶有一个毛病，看真济医生，吃真济药啊，拢一直无法度通啊痊愈。一直到有一天，听到阮一位师兄所唱的歌。伊整个的病体，才我都苏金瓦血。贵善男信女，你当然感觉真奇怪，嘛非常的怀疑，我这位大兄到底得了什么款的病症呢？伊就安尼放尿必上车，公共便所放尿放到气完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串放放无一汤匙啊！较早放尿蛇过溪，今嘛放尿滴着下。有当时啊，伊若睏起来，佫会感觉讲裤底一包三斤外，原来一只看，真正侥幸的一件代志。伊常常不时请兵画金门，倒兵画马祖，中佫出一出平湖。所以自从听到阮这位师兄唱了一条叫做《故乡画地图》了后，这个病症全部唔免吃药啊，全拢好去。这位不是别人，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叫做蔡小虎蔡师兄。那么，伊非常的伟大，会当治疗我这位朋友的病症。伫咧遮，我要代表阮家杨家历代祖先，来感谢一下我的蔡师兄，非常的伟大。搁再一位呢，会当讲是国际性的，叫做下川里美李米强。伊唱了一条歌，叫做《那面那嗦嗦》。这条歌，你给他管。这嘛是我咧介绍，是你咧介绍。好啦好啦，你卖安尼啦，你学伊讲啦。你学日语，跟我学日语无同款。那么这位李米强，伊唱的歌，伊即摆学伊死呢。敢有这句？这歌会吃你？不是，伊唱的歌，我听了伊即摆有咧死哦。咱来欢迎两位古星。今嘛来欢迎咱的蔡小虎、蔡师兄，以及到下川里美小姐。嗯。
咲かせてあげたい。泣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いつの日か、いつの日か花を咲かそう。小虎，川は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咲かせてあげたい。泣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いつの日か、いつの日か花を咲かそうよ。主笔，窝堂主你好，祝你身体赶快好起来，然后永远健康，永远快乐。嗨嗨嗨！嗨，蜗牛主笔。啊 no！ 嗨，那快哎哎，下次的事。大家好。哎呀！他好可爱哦。啊 no！ 好啊，那个有咱今仔日所有这个啊长官吼，咱庙系长官吼，诸位同吼。啊，蜗牛主笔啊，祝福咱所有今仔日的现场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拢快乐，谢谢。Hello。嗨，蜗牛主笔。在啦，在啦。蜗牛主笔。好啦。啊，今仔日我来是要专工，要来做翻译。哦，我懂吗？哎，日文呐、啊。哎呦，是咩噶啦呢？我当时你用个普罗皮拉的是。普罗皮拉。普罗皮拉。我讲你让哪个？哎，国民那赛，国民那赛，来来来，豆走豆走。哎哎，咩？你们讲，咩？你讲，嗨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多指教。嗨嗨嗨，请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多指教。あの天我知故。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あの私名前は。はい。あの蜗牛主笔。あの私名前はあの。右さんです。右さん。はいはいはい。今ね、紹介、あなたの歌、はい、あの紹介の台湾人の、全部わかります。あなたの歌一番。你们讲的舞蹈，真正跳舞呢？台湾人はみんな知ってる。真的吗？みんな好き。真的。怕你阿婆，怕你阿婆姐。
啊、谢谢。这母台湾人呢，安娜达诺乌达，这母一级棒的。安娜达诺乌塞诺巴古球客。阿妹阿伯有翻译耶，你阿妹有被吐。对啊，蜗牛猪皮。蜗牛猪皮。那个，蜗牛猪皮，猪皮猪皮。这位是不是翻译？？老师贵姓？哦，姓曾。曾老师吼，迄三米线，不简单啊，三米线。特别甲大家介绍一下，是，这个艺名叫做呢啊，这个监狱 Can You， 这咱台湾人呐，正讲有够厉害，去到这琉球哦，用这三米线钓到因哦全岛的冠军呐，哇，大家根本讲哇，在这里外地来，真正有才华 ，Can You？ 来，稍等解释，就这么等哈。啊，可是我那演唱会，我那唱会了，胡适是哪个差别的时阵，敢会当拜托你来搞啊，弹三米线。你只要真的吗？你付钱吼，伊都去啊！啊，真的可以啊！这啊，没什么伤贵哦。熊熊，好朋友，我跟你瞧，比你本人更厉害，三昧线。真的哦，好厉害。霓虹国舞蹈啊，那其他几把沙布隆上咯，舞蹈都干咯，好说靠我大概是上咯舞蹈，三昧线嘛，一拜的是。哦，嗯，我去摸。哎，麻烦你翻译一下，对我小虎讲。小虎哥说，日本有一位北岛三郎的歌，那个小虎哥他非常喜欢他的歌，那常常在演唱会 会去唱他的歌，那对，都会用到我们这种日本传统的乐器。所以我希望说，我如果我的演唱会邀请他来帮我弹的话，他会不会算便宜一点？你在定很巧计巧啊！就多也是呀，一个人是吧？也是的，什么事？就多。阿侬呢？你也了解，下川里面演唱会伫你头前呢？说伫你头前啊？啊，伫我头前啊！哦，演唱会哦。嘿嘿，啊，你个门外演唱会当时啊？7月の1日と2日です。啊，我天，我知道。7月の1月と2月。配上。你说。七月一号跟七月二号。7月1号是不是？行啊，是已经一起跟2号，7月1号，7月1号跟2号，希望各位朋友还没有买票的赶快捧场，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他的声音是如天籁之音，真的非常好听，就好听。阿娜达，你这边讲的是伊个呢？是，啊，你家己个呢？哇，你当时啊？哇，人是人客啦，回心讲不要紧啦。你讲了啊？你啊，我7月15号还有16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都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还有8月12号在台中会生堂。过来，对你唱歌送给伊，好不？安尼吼，好不？继续我语音带来这首歌吼，就是我演唱会主题。是，这首歌是我家己写的歌曲，叫做《幸福送给你》。对，翻译啊。今からね、自分のテーマ幸せを差し。ちょっと、やマイクは。自分開場自分の作曲ね歌います。日本小号は小号なんでパーポー幸せ来天空上好利小林啊，你可以唱一条台语歌来听看看吗？好好，你来听看看哪麦的话乌鸦灰哦，乌鸦灰乌鸦灰啊，哎呦，好多好麦的是呢。日本歌星用乌鸦灰唱台语，来，咱台湾台语的天龙用日语唱乌鸦灰。啊，红多哩！咱规暝一直讲日语，一直讲中文呐，估计。对。那个，多金啊，你会使唱一条台语歌来听看麦无啊？好，好，你该唱一个，一个，一个，赞赞 ，OK， 好，哪麦我，啊，乌鸦灰，哦，乌鸦灰，乌鸦灰啊，哎呦，好多麦的是呢，乌鸦灰的是，乌鸦灰，啊，喏，那打台湾，台湾歌的少，台湾，当然，有的，当然。本当に真的，哇，真的，一起唱《北京大吉》。難しい，一起唱《大吉》的乌鸦灰。那先我准备来，我先拍拍的，拍起来，谢谢。共同来欣赏。
下楼都不再回。谢谢。不过情不过情，我想我的心地并不过过能留心情，红尘都是公平。谢谢大家。哇，这是什么观点？来，输人不输阵呢，输人不输阵，一点唔卖得子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多卖得子。日本歌星用乌鸦会唱台语，来，咱台湾台语天龙用日语唱乌鸦会。啊？红多呢？霓虹果，霓虹果。乌鸦会。雨の降る夜。咲いている花は風に吹かれてほろほろ落ちる白い花びら雫に濡れて用的是吧？素晴らしいです。美しい。ありがとうね。江永琪，你今晚日语甲伊讲，讲迄个苗可丽小姐要唱国语版啊。用日语甲翻译啊。妙赏，妙赏。伊嘛话，伊嘛妙赏。就高不高？北京高到，北京高。学。乌鸦会哦。你侬讲袂好势，嘿，邓老师，你也讲，讲，这个一边这个左人。我的是。困了，我巴上。困了，我巴上。欧巴桑，小姐，欧巴桑，我的是南马的欧巴桑。阿罗哩，不行不行啊，不行哦，不行。乌鸦会国语也 OK 的，国语 OK 的。内嗓，九个股，内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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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内嗓，你是内讲呀？内嗓是这些啊？哦，这些，そうですね。内嗓おいしいね。これおいしい。難しいね。哦，難しい。内嗓おいしい。哦，那场。OK。红豆美味しい。九国。红豆美味しい。九国。九国。那个叫伊免理想，都边听到。OK。来，国语版了。来国语版。来，苗可丽，输人不输阵，拍一炮了。谢谢啦。来，我们再拍一下哦。雨夜花，雨夜花，手。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爱雨，花谢落土，不再回。きれいですね。きれい。きれい。きれい。漂亮。素晴らしい。うまいです。素晴らしい、うまいですね。素晴らしい。ありがとう。素晴らしい、什么意思？你知道？对。把西巴拉把卡西。阿贝总。你卡注意你。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今の乌鸦会、乌鸦会 English song。English。English song。真的。英国。李孝顺。English。English song. Yeah. Of course, why not? 你是柬埔寨吧 ？Sure. Sure. Why not? 英语版的乌鸦会，听到没？听 ，Please. 哎，快绕回来。Raining night, holding down.Raining and the wind make a flower. Midnight holding down. 什么 holding down？ 什么是 holding down？ 你头下在唱韭菜花，我边在唱 holding down。
Falling down 就是迄个火气，迄个雨甲风吹一下，落去。Falling down, my falling down and you a good 菜花 together, I make a good food. 啊，好吃。这莫个翻，这莫个翻。对，连韭菜花拢来啊！你看来点头点到个那几年。好多考啊叶子。そうですね。是。少しね。あ、I am a handsome boy。不然。あのね、あの今我挂了哈，我有一个要求，你再讲，讲我有一个要求。你什么？一条歌叫做《泪光闪闪》嘛。对。哪个叔叔？大叔叔对。あのね、哪个叔叔是日本歌？歌いますか。はい。はい。日本語歌います。はい。あのポンさん。はい。ポンさん。ポンさんあの台湾語あの歌詞は自分か書いて。自分で書きました。自分書きました。うん。你的公司啊，能给人听有无啊？连我都听无。不，你了，伊讲日本歌是伊唱的对不？对对。你家己有写一首写台语词。是。啊，你要。即唱日本歌，啊！你唱台语歌，安尼。哎呦，你太了解我的心情啦！哎呦，当然咯，无了解你，想了解你。因为伊原客咱一班台语叫做白灵诗啦，好，我另外写一班接近泪光闪闪的台语，唔知这机会甲原主唱者合唱安尼，一生的英雄。太棒了，太难得了。来就不？来是不得。嗨嗨，谢谢。啊，喏，你门关，大家手机也是拍开开哦，安尼敢那哎，灯海安尼。我来讲好了，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很难得啊，摸牛猪逼啊，杨秀慧哦，无啦，啊本来就爱恁讲啊啦，吼，对不吼，堂主吼，啊，今天吼，咱这个节目吼，我们做得很棒，然后大家也都唱得很好，我刚才我唱卡无好，啊，但是我小小的要求，大家拢个机啊，拍做手电筒，好不好？星光，我们现在全场把它按下来，让它灯光。变成灯海，好不好？对，让他泪光闪闪。加油，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哦，谢谢，好看，漂亮，好看。那哇，好棒哦！泪光闪闪就做回来了哈。哦，谢谢大家。酷。泪光闪闪。刚刚在干嘛？我他都可能在普悠马乌鸦晒过来。有礼貌，最近三我这里看出来，讲你生活过得比我年光。对呀，心宽肥啦，对啦，安尼好啦，跳到拍开，来得得两台卡车。蛮公家的大哥。对啊。你叫做汉布。汉布，汉布，口德。啊，是不你？对啊，第二套呀。今嘛，我要甲介绍下面这位非常优秀火车头的歌手，这位不是别人，是咱大家上届喜爱张秀清，大家噼啪声甲拍一个，辣妹驾到，母牛主笔。Yeah.
这个水姨啊，伊在跳舞，我那好惨，就看到北港电动花灯。我出认真点的呢，这条歌的迄个精华，就是迄个林志玲了，不，林志颖啊。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不是每个回忆，不是每个恋曲，不是回忆。好紧呐！唱的，不要太高。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哪里啊？喂，人家都嫌电动花车。刚刚在干嘛？我他妈在普悠玛乌鸦赛过来。啊，我是海豚吗？无礼貌，最近三我这里。看得出来吗？都话有人讲，你爸不给他散啊？你爸说有讲，我为着出一个新专辑啊，三百八公斤啊。哎呦，哎，看不出来呢，你后道嘛都够足大，够有。后道大啊，拍一个抱啊一个。哎，无人拍抱啊。后道细，拍一个抱啊一个。好，你有看吗？有啦，有势啦，有势啦。不，这人是安尼啦，随心情来变化啦。看出来讲你生活过得美满幸福。对呀，心宽体胖嘛，对。没啦，安尼好啦，后道拍开，内底带两台卡车。你嘛讲话卖遐老实，我足久无看到咱堂主，你都看到我傻眼，你毋知影？美玲的你，伊当作我林志玲嘞。拜托，堂主，我敢若一五零尔啦。安尼你就知影咱堂主吼，我自卑啊啦，足自卑，所以你一直讲伊自卑是咧骗我嘛？哎，我骗你。你头个南帅一直问边个讲这个是啥？这大口单是啥？无啊，我不哩要呢，拉不开。唔忙讲个是大口。对啊。这叫做汉布。汉布。汉布。唔是啦，唔是啦。大家知影。口德，口德。啊，主播你有做？对啊，给汤主好呀！你也看来呀。大家真的辛苦了，你辛苦了。汤主，你有感觉我愈来愈成蜗牛吗？哎，你真敢讲呢！啊，别说，别讲哦。对啊，哎，做成蜗牛边啊的迄个侍女。对啦，对啦，嘿，侍女，安尼啦，更正一下。你现在有型？我是讲，哈？你现在有型？真的吗？做主笔的吗？但是安尼，有主笔，有主笔，把我先吹起。啊，顶冠是无自卑哦，无啦，咱有啦，有怕啦。顶头较惊，迄手拢会换遐边啊。无遐食力啦，不，最近啊为着吼，啊就为着出专辑啦，哈，为着这个生计啦，吼，有较辛苦啦，较食来遮拜拜，来你的主会堂拜拜。对啊，我遐我较早哪咧行走卡咧，我那不是因为过台南，我逐工嘛住伫遐。安尼吼，无过过顶个台北嘛。过过顶个台北，哎，你妈妈安尼？你哪安尼啦？咱这个过了就好诶。真的。哪样过两套啊？妈呢？你是？我搞咧。无用，哎，啊你为什个纠结一个？求教一下。免啊过两道。免啊过两道，佫结果较少年呢。嘿啊，那我着做咱堂主就好啊。哎。我找伊啊，堂主，堂主无用，无啦，堂主因有一个做烟斗的，后生，后生，已经娶，已经娶，你个讲，娶某啦，后堂个轮到你，做烟斗，最近看了，我看你安跳得过来，哎，无简单呢，对，哎，你跳还不错，边跳边唱，对啊，哎，我今嘛是唱跳歌手呢，对啊，你看，我先无打出一节，这行，已经要五十啊。对啊，我懂人啊！你跳个做阿哥，拜托。你刚刚那个甩头那个其实不好跳哎，真的吗？对呀。哎呦，哎。对啊，对啊，这个不好跳哎。哎呦。这就无简单了呀。还有这错过我都安尼挨过。伊安尼讲讲，你不要看过模啊跳舞无？模。哎，你啦。灵活，灵活。你是不是讲模？你亚的地方啦。你们看过海豚表演无？不啦不啦，真正是无干，哎，秀根啊变成唱跳歌手，真的不容易不容易，一定是被付出很大的努力。尤其是辣妹驾到啊，有两个人吼，因为咱你今仔要来，特别学一段舞蹈，想要来看，让你参考看卖，因你后张专辑，一定使和你做位合作，还是跳舞啊？哎呦，好哦，希望你一回一个机会。是讲，算讲我是因的偶像的对吧？对对对，因来搞我朝拜的对吧？对对对，你的精神，那边要弄牛卡，你就配合起来。好，真的吗？我好期待哦！大家有想要看无？哦，安尼哦，哎，有人拍谱啊！好，一起来欢迎陈随意、杨秀慧。
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危险讯号，噜噜啦啦，噜噜啦啦，真的最接近就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头汪汪叫，还在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动汪汪叫，还在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世界就听见我的心在跳，嘟嘟嘟嘟哒滴啦哒，还在傻笑，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哇哦！哎！这两位也是厉害呢，啊，是用水波浪哎呦，啊，你的差别嘛太济啊，啊，伊两个哦，无牛猪逼，我都无想要让伊崇拜呢，该坦白。峰哥好，我崇拜无牛。孙哥好，秀琴姐好，秀慧姐好。冒着性命危险，刚才无牛给我保庇，给我唱歌舞蹈，透过非常的完全，无牛猪逼。峰哥。他都秀员咧跳，我个人无什么意见，伊真真非常的认真，迄个柔软度真好。是啊，但是隔壁这个水姨啊，伊咧跳舞，我那好惨，你看到北港电动花灯。安怎讲？尤其是擦擦呀。哎，你拄啊一波啦，你过去的啦。顺哥，拄啊又一波，安尼有无？无，顺哥，我足认真的呢。逐暗即几工，逐暗都伫落岗电啊，规身躯淡落落。你看我电啊，大吊哥呢？你是单雷啊！来来来，你个气节都爱嗨开，我看麦。哦，迄一条歌，迄个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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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就是迄个林志玲了，不，林志颖啊。林志颖。林志颖，还是林志玲？我看到萧敬腾的弟弟讲林志玲。林志颖，迄阵哦非常火红。这条不是每个恋情都有美好回忆。也重点底下。不是每个恋情，不是每个恋情都有美好回忆。你同手同脚，你听。无啊，这上精华的是这段。精华哦，真正不好跳。我你给我跳起来，真正不好跳。为什么？为什么？来，一杯。我先生要出钱，不是每个回忆啊，不是每个恋情，不是回忆。好劲呐！听着，慢点讲。不是每个恋情都有美好回忆。你看他的劲惨呢，阿娘喂，这牌子就很密，就白的，所以哎对丢。来来来，你用林峰哎，用林峰。林峰，林峰。不是每个回忆都是这么恋情。喂，差我所以比你较好看。他，你比我好看。你今天坐成电动花车。阿叻，这两个有告诉给他，你后天配合你啊。我家己嘛好不到哪里，那就随便吧。哎，恭喜在这两个吼，我那组一个团体啊，哦，一定会红爆的。对啊，一定很好笑啊。红红来，一定会红遍整个小巨蛋，我告诉你。红红绿绿团体啊。哎，我好衰哦，怎么跟你们穿一样的颜色？哎，我就不衰吗？啊，你老公好呀。等我一下，我脱个衣服。哎，这站起来吼，这一看就知台菜，台菜好吃，系啊，什么名啊？以前咧讲这版的有无？嗯，这尿片头的有无？毛片头到尿片，这六杠的，啊，你倒位？宜兰啊，真好笑你哦，
但这气味十足啦。考虑者，考虑者啦，哈。哎啦，今天是无通过就对了。我看凊彩啦，反正哦，头过身流过，我想。哦，真勉强，头已经过啊，忘记。好啦好啦。我已经尽力而为啊，吼，伊会卡伊漏掉啊啦，啊我腰伊闪掉啊，你漏掉对。我即马是安尼无通过吼，无通过你也早讲，我入来食来上药啊啦，有自闭。生气啊啦，生气啊！哎呦，那还拍到我来做一次。啊，你在那想？伊刚刚要跳海，买连足久的呢。伊拄啊穿一束蓝色的，即嘛，就讲换一束红色嘛。这做用总的做出来呢。做矛盾的，做突兀的。哇，无你不足变，即嘛变徐怀钰，好好难连在一起。一定要跟头跟头。啊啦。你纯秀香穿安尼就都变个换哇，顶蓝色的，后边红色。哎。差到下输下输，我雕工设计。你下摆再换一个，哈，换一个凤冠的迄头。哦，哦，是哦。母牛出兵，啊，我先甲恁加两步啊，啊，无，等下唔知恁要安怎办？好来吼，阿哥哥，阿哥哥，看一件600块。阿哥哥，阿哥哥。小姐，你面相真歹看咧。你面相错，爱甲你叫车无？你讲安尼跳落来，我等伊应该30公斤。从你开始练到今晚才跳8摆，你才38公斤尔。无啦，啊无，跳一摆30公斤，等于等于食5公斤。啊，这个是。阿哥哥，就是阮哥哥，即个主打歌。秀金姐新歌，歌的是呢。新歌，新歌。啊，我当时的装可爱对吧？吼，我今仔日敢有高追。有哦。哎，那也要过来欢迎。不是，大家拍这个，我先收起来，是吧？对对，很陶醉啦。因为这个人袂晓讲白话啦。我今仔日有高追无？我牛逼。安尼好。等你新的阿哥哥，俺听起就是唱跳的咯。对啊，我起码就走上跳，我实力派里外兼具啊，我被安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啊，哥哥大概想着看到迄个年代，可能有一个舞步，大概是透早起来运动是哪条 ？OK。我讲其实阿哥哥哈，他伊的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就开始流行了。那呢，很多呢前面啊，不是前面啊，没有，就是大部分的人呢。都很怀念那个时候复古阿哥哥嘛，笑的那时阵，空巴拉口，哎呀，空巴拉口啊，然后怀旧的那种味道，对，然后戴眼镜，大的眼镜，然后西装，对，然后头发很 shiny shiny， 嘿，奥利巴古，对对对，奥利巴古，然后呢，这首歌呢，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成为呢全民运动以外，哇，好，然后能够远播到全世界。都会跳阿哥哥，这样就对了。继辣妹嫁到之后，啊，你有想要二姐的吗？好啊，好啊，我跟你讲，可以啊，可以啊。全体大家一起跟你一起跳。对啊，啊，我先给您加两步啊，啊，无，等下唔知你要安怎办？好来哈，上基本的啊，所坐的你免徛开哈，啊，舞台上的人呢，跟我一样跳一样的哈，啊，你们，我先跳你们的部分，恁今要底下，因为谁做鼓啊嘛？是，对对，就叮当的。来。好，阿恁来唱一下，从右手哈，我等下唱个阿哥哥的时，你就甲讲个，就是讲你的卡好无？莫讲人隔壁的呢，安尼白痴。阿哥哥，来你看哦，阿哥哥停，阿哥哥停，好呢？安尼有简单无？哎，这好难哦。因为拢去讲着别人。讲着别人，哎，干啥按摩的感觉？对啊，你要看全民运动的。哦，右手开始，对对，右手开始。啊来，啊台上的来哈，啊因为他们坐着没办法。对对对对。好来，台上的阿哥哥趴，啊来脚翘起来，阿哥那在共购的对吧？来共购啊，12345678，12345678，阿哥哥，阿哥哥，好不好？就这么简单。OK， 好，来，还没，还没，要个舞蹈，顶管顶管来，哎，给他叫车给你，来了，阿哥哥，阿哥哥，看我今天600块。今天600块哦，600块啦，600。给300，不600。哎，给赚300，啊你也要啊。好，来，好，咱接一届，预备，起，
阿哥哥，阿哥哥，看我今年六百块。很简单的，来全民运动，阿哥哥，来尖叫声。像这样呢，对唱者对跳者，规运动运动量就够了。小姐，你面相真歹看嘞，因为做错，爱甲你叫车无？你讲安尼跳落来，我等伊应该三十公斤，我规身躯拢抖落落呢。安尼好啊，你望看嘛。小姐姐，我应该叫你帮我叫他们。哎呦，一斤的嘛，一斤，真的回去，独立开始练，到今晚才跳八百，你才三百公斤呢。无啦，还跳一摆三十公斤，等于等于食五公斤。无啦，你也感觉好，古黑的运动做好，好听好听。哈，啊，你古也通体舒畅。是。好，我感觉古也拢笑脸五回起来。是。今麦五十岁。今麦长辈回。今麦看伊咧较好势呢，今麦咱麦想着看到张秀清安跳安尼摇安尼唱啊，佫想着较早你咧唱车站。哎呦，那倒不下去。就刚刚迄个很悲耶，那时候很悲情。就刚刚杨秀惠赶快都。某女主题，我来徐怀钰嘛，艺人就是安尼，你都唔知阮艺人的心声，要多变啊，变化多端呐，你也爱千变万化，你也挂红提做伙啊，没喂，回车衣，因为车站吼已经是红遍全世界了，那我希望呢阿哥哥呢也可以带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在台湾这一块土地有一个唱车站曾经红过，然后很久没有红了，然后后来唱阿哥哥之后呢就上遍了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然后为我们台湾争光啊，你好吗？好，我是谁啦，我都来建议你把那个车站改建的嘛，啊，车站已经到车站，哎，对呀，
哎，也可以呀，还是高铁哦。到车上也可以很开心啊。我家，你讲你先讲。没有啊，就是要回去见家人了，不一定是离别啊。没有啊。先讲他唱嘛，才唱。开心的也可以唱啊。你唱看麦。车站吗？欢喜的哈。欢喜。回家已经到车站。你是笑的呀？啊？有人看到回家笑就行的呀。你还阁无舞台，我捌拄着，迄车站全世界人拢会晓唱，迄不算无啥。啊无咧，我就非洲的朋友奥巴马嘛唱车站，伊唱车站，伊唱车站，迄嘛无算啥。哦，我拄着一只鸭，嘛咧唱车站，啊，一只鸭皮啊，鸭皮，我收过来，我想，今日有话要甲我讲，伊就嘴闭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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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皮也嘛唱。阿比阿唱比你比较好听。安尼好啦，安尼真久无听到车站吼，即个歌算讲KTV 吼必点的歌曲。经典，经典，男女干有法多。有哦、喔，我跟你讲，那高唱的人吼，有实力的人吼，安怎唱拢好听啦，你对不对哈？水啦，水啦。没错。啊，今天有歌有毛歌王的唱嘛？对。让我们重温一下男女对唱面的唱，好不好？来，来，咱来一二四。车站，来，车站掌声鼓励。声音声声动，我爱你。